团圆万岁，我是影子。雷神在这儿，你啥都没看到。别不爱。卡给万岁了，这次。确实是内鬼好吧，当我跳洞里面，然后又看到青色的身影。我手无意，我给黄色一个盾呢。这边我是张玉竹好吧，然后刚刚电是我修的。No God please no！ 这把有医生为什么要报告呢？而且这把有小丑好吧，万一青色是小丑呢？我不敢投。Go! Okay! Oh, hello, man! Hold up! Wait a minute! Are you ready? 尸体是在办公室下面，我刚做完任务之后就往上走，结果啊，这紫色尸体被我看到，澄清弃票，啊，抖着肚子。反正我已经自爆了，我是小丑，然后我这把想帮船员，本色在我心目中我认为他有点嫌疑。红色打陨石了，我看到了，然后黄色铁小丑了，他都跳完道了，白色我一直没有看到他，我怀疑他在外边把紫色刀了。白色也没有任何自证，先出一本白色吧。Hello！ 啊！小丑撕票吧，船员。怎样，就是船员也赢不了的，鬼赢吧，让你鬼赢。Hey, that's pretty good. 小丑，你撕票吧，船员，你撕票吧。